你走慢一点，可以等我吗？妈妈没有手拿动，可以帮忙推车车。妈妈没有手拿动，可以帮忙推车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我的第一篇 vlog， 真的要带兜层，又要拿一堆东西。对，接下来我会跟大家分享我在台北家里隔离14天。隔离出来之后，我会跟大家分享我的隔离生活。隔离出来之后就要发专辑咯，9月11号。我就可以要跟你们说，对啊，刚好了，我要去那里。好，我们到了，先这样，拜拜。Hello， 快要到了，新加坡、台�湾大概是4个多小时。都已经睡着了，我现在好想来一杯咖啡哦。带小孩搭飞机真的是妈妈很需要咖啡，但现在疫情阶段，飞机上一上来他会给你一包东西，然后里面有面包、有消毒纸巾、有水，然后一点点蛋糕跟饼干，之后就不会有人服务你了，就是你有需要的时候叫他们这样子。下飞机立刻要来一杯 latte。加牛奶的 latte 卡路里是100多，所以我是喝 soy latte， 豆浆拿铁的话就是50几。你看这样少了一半以上的热量，能少则少。我不知道你们听得清楚我讲话吗？因为在飞机上我又不能太大声。9月11号发专辑哦，期待一下啊。